把这些东西卖掉，还是拿去供奉会比较好啊？放干的糯米靠腰。我好像已经有了吧，我也忘了。苦池州和真谁的、啊、人称入界的山中幸胜持有当世战甲，这是鹿角还是树枝啊？剑豪将军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取舍那些装备，好烦哦！哎，他看起来就很像树枝啊，那鹿角太小了哦。先卖好了，赚太多了。要怎么一个一个选？哦，按三角形。鬼类村镇，噬人术，降低重量，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是不是他有加会帮你用在上面呢、啊？以前我不会。怪、欸，没有啊，好像也没有干。可防御阴阳术咒符，好酷哦！什么的都可以作为那个
能打开显示等级，加排序还有加排序。哦，原非忍者装束。安人の国にはどんな刀があるの？我终于又多一个熟客度了。什么？道具快速键的套组是什么？好猛哦！但切换很累，也是。我现在熟客度到底多少了？奶奶，海の向こうのお話を聞かせてよ。20、40。欸？我就差这一个是不是？我要选哪一个好啊？其实没什么差。现在我这一点要点到哪里啊？欸，没有，还要再一，先不要点好了。またどうぞ。持有物品追加什么？什么追加配件啊？是什么？还可以选欸。这个显示肩带，这个奇用，威廉，这次真是辛苦你了，多亏有你的帮助，才能让真田幸村退回大阪城内，并且在与大阪军谈和后，已经决定要拆除这座让人伤透脑筋的真田丸了。但话说回来，每当步兵要开始进行拆除时，就会出现一群不知道打哪来的士兵，使得拆除作业根本无法顺利进行。那群士兵会不会是真田的残党呢？他们究竟是从哪里出现？又打算做些什么？威廉啊，抱歉，又要麻烦你一次，能不能请你去查明事情的真相呢？你他妈每次都在
都在麻烦我，哪有一次不麻烦我？不得不，原来是钉子户啊！不给都跟。太扯了！我要落命了，干！这好扯哦！重甲超讨厌，重甲是超讨厌的。这狗吓我一跳，这死太多人了吧？是因为两只吗？哥啊！大哥好烦啊！声波鬼，你要破他的脚，应该只有大武器吧？像大太刀，枪我不知道行不行？怎么那么快？怎么那么快又多一个？寺庙啊，然后拜个拜个，
站起来啦！不要偷射！No， 操！两只，上段攻击就能破，你确定？你确定刀破得到吗？它很高哎、欸。我怎么都不觉得我能破到他的脚啊！你觉得有办法吗？三波鬼很高哎、欸。来试试好了。哎、欸，射臂有干，好痛！谢谢，这是谁？你是这家伙？哎哎哎！操你妈的！不是啊，哎、欸，这家伙很烦哎、欸。
这样我很烦欸。哎呦！哇！哎，干干干干干！我已经要跑了吼！哎哎哎哎，大哥，不要一直射！好嘞！我觉得很难欸。干，我错了。我觉得刀打不到欸。哇呼，你是谁？干，我多按了一下。我觉得没有办法欸。哎哎，这只怎么会死啊？我靠，我腰嘞！哎，我按错，干，我要吃药。我觉得它太高了，我觉得它太高了，我这个根本砍不到啊！看，我就砍不到欸，刀要偏左站。终于有画面，怎样？女性体型缩水，干，哪有这种的啦？
呛我们以前带来哦。我不喜欢看那种单纯 BG 的，又很无聊。嗯，用来阻止拆除作业是一群身穿红色铠甲亡灵，这样的话可能是幸存的部下化成了妖怪，或是甲斐武田的亡灵们为呼应幸存的号召而从黄泉回到了现实，也说不定。如果那个甲斐之虎真的回来了，对我们德川军来说可真是天大的噩耗。无论如何，真的非常感谢你的帮助。这是谁？他爸。跟你们过了个招，跟你们过个招，怎样？欸，接下来点什么比较好啊？你们都在点什么？拿刀的话点，一直点心感觉不知道欸。虽然点心很重要啦，可是再见，一路顺风，一生一定要打一次。您还需要点吗？竹穴高飞几个人啊？不会是三个人吧？我对那个奸夫淫妇已经感到很痛苦了。那两个无双，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信长跟那个跟他老婆，一个可以打远距离，一个可以打近距离，超烦的。哦，原来是车轮战哦！有人把心点到超级高了吗？零需要点到多少啊？我看一下，后面的有用吗？青龙也要到那么后面啊？岩居刺激伤害，是不是应该点一下零？我这王也不太会去换。近距离伤害无伤。那我还是点体吧。竹穴高飞来打打，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。伊达家的所有战力，伊达家有几个？我知道啊，反正我六道轮回一个也都没用啊，其实没差，一本都没吃过。
是不是这家伙？这家伙是不是有很长的名号？然后我上次是不是因为还没等他讲完名号就？等一下，乌天怎么一回事？怎么会有人杀我？这小贱人！哎，干！哥啊！你他妈怎么可以一直叫人射我啊？是你啊，大哥！那我好久没看到你啦！哎干！干！被抓到了！哇！加加 ！Rage Saga， 谢谢支持。干！被炸到，操！
法呢。好痛啊！干！看我打前面那个拖台前拖那么久。无限之水，他让我走路变好慢。干！啊！我天！大力！哦呦呦呦呦！喂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跑好快，你跑好快啊，大哥，不要！哎呦，干！妈的！什么东西没拿？你他妈 baby， 他才 baby 吧？破れるとはな。お主の強さ、しかとこの目に焼き付けたぞ。他的蓝盔都变红色的，身上都是血。我以为他是真田幸村呢。你才 baby。你们那么喜欢 baby 的，我就来一个 baby， 看看。就算倾尽了所有力量，也远不及你一人吗？虽然说是重长一拉，你陪我们比一场，但我实在没想到会这么有趣。不过你真的是越想越觉得可惜啊！如果你当初是漂流到澳洲的话，现今天下就会是在我们手中。也罢，事到如今再说什么也没用了。这个世间正逐渐往太平的方向迈进，而我们的力量，来想想接下来该为何而用吧。伊达挺可爱的，现金看，不是那个，不是 Baby Rage 齁。还会在那边射吗？看一下，不会再射箭了吧？再射箭我要升星星喽！
切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切的比之前多。后面还有个月月。就先把月月干掉了。哎，干！好贱哦！哦，原来是背后啊！是夜光。哎，因为 SSQ 那边，因为我讲了。但他们在玩 Gambit 的时候，我就说佛金哥是个卑鄙老人，卑鄙老头，结果被圣人指令了。啊，辛巴763，不是吧？就对了啦。哪有全部都是自夸？上面还有怪东西哦。巧巧的，巧巧。为什么说是喂鸟？哎，我操！我干！我看无，我看无。我为什么底下人会打我啊？我笑，哎，哦，没事。
那真的要来比就对了啦。好麻烦，我找不到路上去了。在这里哦、喔，在这里过不去。有够犀利！啊，干恁阿妈嘞！操！不是吧？这样还可以打到我？哎、欸，干，无代志。大一只，原来真的是他、啊，杂鱼中的杂鱼，怨灵鬼。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神秘的暗号吗？这好恶哦、喔！你看得到吗？好恶心哦、喔！就这里只是来打的而已啊，也是没路啊。没伤害哦，他就掉下来了，呵呵。谢谢追随。哇！被他甩了一下。又是你，声波鬼。我会三次，看，哎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声波鬼比怨灵鬼难打的八卦？欸、皮椅啦，我都翻过去了。我真的砍不到声波鬼的头啊！我就说我真的没有办法砍到
声波鬼头。瞧不起矮子咯。请问那边为什么远处会有一个协调？感觉我是我他妈忘记。我他妈忘记锁他。想说为什么我都看奇怪的地方。靠腰。吓我一跳。哪边是大屁股啊？过来过来过来。哎干。这个才砍得到啊，这个比较矮啊。奇怪的地方会长针眼，哈。